下来请收看长老法语。善知识，《大佛经》首楞严经第八卷，经文现在就是讲六交报啊。实习因讲过之后，讲六交报，六根互相交报的这个经文，上次讲到第四未报招因恶果没有讲完，第四种就是口这个舌根吃东西。这个味道啊，味是咸酸苦辣的这个种种味道，吃东西的味报所招来的，所造的恶业的果报，此味业交，就是由吃东西，因发造的罪业，以这个色根跟其他五根。互相交报的情况，这临终时先见天王猛焰直列诸佛世界，这是杀生的果报。因为杀生例如用网去网各种的动物啊，水族的鱼虾等啊，那么山上空中飞的鸟类等，用网去往来，然后加以宰杀吃它的肉。那么因此以这个夜莺啊遭受到的果报，你命中的时候将时的时候啊，会先看到满天满地的天王，而且这个天王是火在烧，猛焰直烈，就是这个天王同时火烧烧的烈焰腾空，非常可怕。而且这个天王火烧的天王啊，周边于整个世界，就是这个人所住的范围看到的，他的眼睛所看到的都是这些天王。所以人到临命终时啊，他眼睛所看的境界都是他自己的境界，与我们活人看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因为这是完全由他自己所造的业力啊，会发现这种的情况。王者神师下透挂王，倒悬其头，肉无监狱。这个由遭到这种果报的人，将死亡的时候，他这个神师啊，就是世人所说的灵魂了。他的精神呢，这个神识自己觉得没有办法避免了，就钻进那个天王里面去，透过天王被天王挂住而头倒过来倒悬，就是本来呀头是顶天的，现在翻过来是头对地，脚朝天，那么由此在天网当中啊钻过去，就到了无间地狱啊。那么这个将下地狱的这个现象有两种，分明二项，一则吸气结成寒冰冻裂身肉，这个将死就是死的时候那一刹那，他自己会觉得有两种情况发生啊。第一种啊，这嘴巴有吃东西的舌根是用嘴巴吗？那么这个嘴巴会自己呀、往里吸啊，这样的啊，往里吸的时候会觉得冷，那么就会在空中结成很多寒冰，很冷的冰啊，
那么这个冰在他的身上发现很多，这个冰啊冻裂他的身肉，身体都被这些很冷的冰啊冻到裂开，肉都裂开了，这是因吸气而发生的那种寒的果报。二则吐气，嘴巴张开来往外吐，吐出去的气，那么这个吐气的时候就会变成火，因为吐出去的气是热的，灰为猛火，焦烂骨髓，这个吐出去的气在空中飞，变成很猛的烈火，那么烧他的身体，那么连骨头都烧掉，骨髓里面的髓都被烧干，这就是被烧的苦恼。所以这种死的时候发现的情况，一种要先遭受冷的苦报，然后又一种是遭受到热或者烧的果报，那么这是说明由口舌根吃众生肉杀生太多，那么用各种方式杀生，那么吃众生肉，那么一生所吃的真是无量无边，那么因此临终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下面就说成了跟其他五根互相交受的苦报，叫做交报。如是肠胃，就是上面所说的由嘴舌根尝这个种种的味道吃的东西，历尝则能为臣为人，经历到口里的肠胃的这个舌根会觉得很多难吃的东西出现，从前吃肉觉得很好吃，现在在地狱里面吃什么东西呢？铁丸烧焦的东西，甚至这个大小便那么这种的痛苦他没有办法避免，因为自己所造的业力啊要受这种果报，所以正能为臣为人，臣啊臣灵只好接受了，没有办法呀免也免不掉，避也避不了，只好承受下来那么很痛苦，痛苦也得忍受所以叫做人为臣为人，就是碰到口味里吃的种种难吃的东西不能不吃，不吃那么这个牛头马面就拿着铁锤打你，所以啊再苦也得承受再难忍也得忍受，都得受下去，这是立肠就是尝的自己主要的当身的果报。然后这个肠胃利剑，上次是讲到这个为臣为人利剑以下，现在是接下去讲就是这个肠胃的主的果报，利到眼睛的剑，利剑眼睛的剑利剑则能为燃金石，剑属火，所以这个肠胃的苦恼，那么碰到剑的交报，会发生用火去烧的这个金石，就是五金铁石头烧得很热那么让这个嘴里去承受。力听则能为利病人力到耳根的听出水，所以呀会变成了很多的很利的利刀冰是指一切的这个刀的武器，人是最利的锋利的刀，叫做人，就是说以前用利刀去杀害众生，现在自己呀亲自受到利刀刺的这个舌根的这个痛苦利息则能为大天龙迷覆国土，息伏息肠胃的果报利于伏息，
那就会变成那看到天地满满的这个大天龙啊，名是满，覆盖于整个国土，自己被这个天龙啊装在里面，受这个火烧的痛苦。力出就是身体感触啊，身根对触身，这呢为弓，为箭，为弩，为射。以前杀生的时候，用弓箭射鸟、射动物；弩是用机关发射箭的这个弓啊，叫做弩。就是有一种啊，这个新的发明，用一种机关安在弓上射箭啊。那么这种的方式，箭射在身上，就是从身体转过灌过去，非常非常的痛苦。为射就是射箭啊，那么使身体遭受这种的这个兵器的种种苦恼。从前以这种方式来伤害众生，现在自己来接受这种的苦恼，就是一报还一报了啊。力施，这呢为非热贴，从空雨下。施是一根异地，立到自己异地里，思想是属风，变成这个热贴，种种的贴丸贴王在空中飞，这个热贴从空中下来，好像下雨一样落在他的身上，就遭受这种痛苦。这是第四未报招因恶果。五者触报招因恶果，触是接触，身根接触，身根对触成的这个果报，最重的就是世间一些不良分子就强迫妇女这个加以强暴使她走投无路上天无路，下地无门没有办法这个对付，那么甚至被折磨致死死掉还不算，还要遭到分尸如果这个恶徒以这种方式来破坏妇女的名节伤害妇女的这个生命，那么这个触报多数是属于这一类的最严重的那么强暴妇女的就要遭受这种果报。所以此处也教在临终时啊，先见大山四面来合，这个恶徒他临时的时候，他自己会看到前后左右都有大山而且这个大山会走会动好像开车一样，从这个他的身上走来，前后左右同时都夹到他的身上，把他夹实，夹成肉饼肉酱那么这个时候他没有出路，跑也跑不掉。他用这种的方式身体就是四大地水火风四大假合而成，所以他用四大的身体去压迫妇女，所以死的时候他会看到四大山来压他的身体，使他走投无路把他压得非常的痛苦，然后他就在这个时候被压到的时候就身体压坏了，那么他就下地狱去了，就到无间地狱。王者神是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玉珠、马头、罗刹、手执枪梭，聚入城门，向无间狱。这种恶徒死的时候，他会看到很多的很可怕的东西先看到很大的铁城，世间的城都是用泥土等等去造，可是他看到的城是铁的，而且这个整个铁城啊都火在烧的那么这个铁城的门啊在看到很多火烧，这活在烧的东西是什么呢？是一些活的蛇，蛇全身是火，跑来跑去，还有活狗，全身是火烧，火烧的狗，这是贴的火烧的狗啊，
这个活狗在哪里跑来跑去，虎狼也是如此，狮子也是如此啊。这些恶兽就在这个地狱的城门外，在哪里呀？对住这个来的犯罪的人呢、啊、加以伤害，然后啊牛头马面就把他赶进地狱里面去啊。牛头玉珠就是地狱里面的鬼珠啊，是由牛头的人身牛头的，由马头的啊，所谓平常所说的牛头马面了 啊。这个马头罗刹，他的凶恶跟罗刹一样啊。那么这个牛头马面拿住这个枪，这个枪不是现在的棒棒枪，而是古代的那个长矛啊，像张飞拿着这个丈八长矛的那种枪，说也是枪类比较短的啊。那么拿住这个长枪长梭来对住这个犯罪的人呢，赶他入营入到这个地狱里面去，聚入城门，从这个城门打开，把这个罪人呢把他赶进去，叫他受无间地狱的苦恼啊。这个时候死的人发明二相，他会发现两种情况啊，一则何处何善破题孤肉血亏，他第一种就是看到前面所说的四面大山来喝，这个山夹在他的身上，骨头肉整个都夹脆了，血都流出来溃流了啊，溃出来就是全身被他夹成这个血浆肉浆。二者离出何止山合进来把他压坏，二者离就是离，不是完全离，是出了马上离，所以叫做离出。这是什么东西呢？刀剑畜生，用刀去插他，去刺他，或者是用剑去杀他啊，就使他的身体触到这个刀剑的伤害的痛苦。这个时候被杀的心肝土裂，土就是屠宰，把这个罪人呢像世间人屠牛屠猪一样啊，把他的心脏肝脏都把他用刀去把他杀，让他裂开出来啊，这叫做心肝土裂。上面是说明这个触暴的主暴，然后说明这个与其他五根的交暴，如是何处就是由过去所造的罪业，现在感受到来触到他的身体的种种苦恼。如果利于自己本身的触的当体，就是最主要的触的犯的痛苦，这能为道为观为听为暗利见，则能为烧为热利听，则能为壮为饥为思为色。这一段请各位特别注意啊，如果您是看住那个科会本呢、啊，它这个第一跟第三是对调过来的，就是他认为啊，这个身的利处啊，利处，他是根据执掌书里面说法，认为说应当这个利处的境界啊，不是道观听案，应当是下面利听的那一段是。为壮为饥为思为色。各位有楞严经讲义圆融法师的讲义里面哈，他是引用执掌书，在执掌书里面认为呀、这两个要对调但是他经文并没有调过来，只是把这个每一段下面注明例如说在为道为观为听为暗之下，他就注明说这一段呢、可能是错了，应当要跟下面的壮饥
诗社这是个对调才对。那么他的意思就是说，立处则能为状为迹为诗为社，科会里面就是这样的啊。那么然后立听呢，立听则能为道为观为听为案，他认为是这个样子。而本来执掌跟讲义啊，他只是在文字下面说明而已，文字没有掉，文字没有翻。而我们的科会为什么会翻呢？科会是根据唐一玄长者的楞严经自刻，当时啊，我觉得他的这个经文的标点，而且那个经文的文字很好，所以我当时科会啊，就用这个自刻的经文把它引印出来剪贴了，剪贴的。而剪贴的当时啊，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因为前面所有经文都没有调过来，只是说明而已啦。可是这个唐一贤长者的自刻的注解里面呢，他把经文调过来了，就是把这个立处把它改成了为状为迹，为诗为社，而立听把它改成为道为观为听为案，调过来了。不是当时我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啊，等到这一次要再讲印这个现在用的课本的时候啊，才发现啊，糟糕，他这个科会里面根据他的原文啊，他这个调过来我没有发现，这一点不对，不能调，经文不能动啊。应当是在注解的时候啊，你要怎么说可以在注解里面说明，经文应当要按照原文呐，不可以调换。那么那个科会里面的根据自刻调换呢，我当时是不知道，这是不知道不小心太大意发生的错误啊。那么以后如果再版呢，这必定要按照经文的原文，不能动，不能调，这样才对啊。所以办事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呐、一件事情啊，有一点点不小心啊，百密不免一疏啊，所以一个地方发生问题，就是有的时候会发生比较严重的问题啊。所以这个经文是不能掉的啊。您认为有这种道理，可以在注解里面说，不能把经文调过来。所以经文调过来这是错误的。我自己应当承认这个错误是根据这个自刻的原文呢发生的啊。那么以后我们再版，就是按照一般的经文呢，它都没有掉。那么讲的时候你要改变，那你的事情，经文不能动。如果经文你认为有问题，就这样子改的话，那一部经文都会改乱了，问题很严重，所以以后绝对不能改。我们同时在这里要严正的说明啊，我们的科会里面这段文的改的错误啊，是原来是根据楞严经自刻的原本啊。那么以后如果再版，这一定要按照原文啊，把它改成正确，按照原文才对啊。
护持台湾燃灯功德会，邮政划拨，户名社团法人台湾燃灯功德会，划拨账号5032-3858，5032-3858，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202-608，012-001-202-608。有关弘扬佛教教义及活动相关之供养僧众、供斋、点灯、慈悲施食、药供、烟供，等持如来殊胜功德日，善行与恶行乘100倍。慈悲置业云林观音讲堂举办新春吉祥礼拜千佛法会，恭请慧泰和尚主法。日期1月22日星期日，时间上午9点开始，地点云林观音讲堂，云林县虎尾镇新南里竹围60-3号李斯特加油站后面。洽询电话05633-1565，05633-1565。敬请与会菩萨做好防护措施，并保持社交距离。慈悲置业高雄分会中山书坊举办新春礼拜千佛法会，恭请广护法师主法及法务指导法师共同领众。日期1月25日星期三，时间上午9点，地点高雄分会中山书坊，高雄市新兴区中山二路472号7楼，洽询电话07-221-2323，07-221-2323。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佛恩。配合防疫措施，参加共修敬请佩戴口罩。佛教中山书坊法会直播，请搜寻脸书佛教中山书坊。接下来请收看大宝法王慈悲开示。